由万代南梦宫所代理，美国 Take Two 公司大好评的游戏《生化奇兵二》，全新单人付费下载游戏追加内容《保护者试炼》，将于8月3日提供付费下载，继续游戏中的恐怖气氛。新资料片提供6张新地图，延续玩家在欢喜城世界中恐怖的体验。玩家必须一面对付疯狂猛攻的基因改造怪物，一面保护小妹妹达成任务。新资料片一连串着重快节奏动作的挑战，让玩家先灭敌人，宣泄怒火，获得全新的单人游戏体验。如果达成游戏中的任务，还能解开7个全新成就，并解开过去未曾曝光的概念图和影片哦。